呢套1420尺嘅豪宅，用自己嘅身价去见证咗黄竹坑嘅楼价起伏及社区嘅变迁。流花时一眼都未曾见过，大笔一挥，用咗7000万买入。10岁啦，每日揸车经过，睇住黄竹坑港铁嘅旧车场嘅地基，一步成步改建。建筑大楼初建模型，商场就快开业。嗰阵时，就算空气弥漫着建筑尘埃，就算打地基咚咚咚咚撞，在我嘅眼中，呢一切都为咗未来世界嘅美好。用咗7000万堆砌出嚟嘅纸醉金迷，直至收楼嘅今天，我看到嘅空间仍是嗰个空间，前面嘅深湾游艇海依然系嗰片海，只系我睇住路易斯现递俾我睇嘅开发商新定嘅6000万价位，手里新屋嘅锁匙瞬间就唔香了。追溯过去嘅辉煌，开启属于自己嘅新篇章，呢一切比起打咗骨折嘅楼价，同埋现实上下1000万嘅差价，嗰个心跳。就连眼前嗰片海都平复唔到，或者我应该买多间，扣一扣货，睇住个平均尺价减落嚟，应该有助心脏健康。今日老做故事分享就系咁多，我系 Louis， 我哋下期见，拜拜。